又下雨，下好大的雨啊！哇，这雨一直下，下那么大，怎么玩啊？挪了一晚上的雨啊，下了一晚上的雨。这边也是，我们还说今天去玩的，今天又玩不了了，这雨哗啦啦的太大了。昨天下了一天雨，今天又下雨，哎，这卢娜怎么去拍呀？还是出去拍点照片什么的？哦，又冷，滴滴答答的。停在这边马路还好，晚上没有多少车，所以狗狗晚上没有怎么叫，就是这个雨哒哒哒哒哒了一晚上。你看那远处的山，灰蒙蒙的，啥也看不到了。以前我发视频，有人都说很喜欢下雨，下雨有什么好啊，哪也去不了。最主要的是我遛狗也遛不了啊，就下那么大的雨，我怎么去遛半斤呀？哎呀，我要淘宝给半斤买个雨衣，雨下雨了它也能出去。哦，还没睡够啊。哎，一说半斤，半斤就来了。半斤，你怎么跳上床上啦？半斤，他帮我轰他下去，他就跑到那边去了。半斤，哎呦，你怎么又过来了？半斤，看下雨。哎呀呀！半斤，你还是过那边去嘛，你踩到我的枕头了，过那边去。半斤，走走过去，下去，下去。一说下去，他怕下去，他就跑到那边去。还没睡够啊。半斤，我给你买雨衣好吗？来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先把淘宝打开了。来，过来给你看一下。来嘛，来，快过来，来趴趴着趴着趴，嗯，你看看这个雨衣好不好看？嗯，这个雨衣看不懂了。你不是要看下雨吗？看呀。最近凌晨的天气，我的天哪，我要哭了！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最近十天都是雨，我的天哪，我要找一个新的方式，天天下雨怎么玩呀？玩就算了，主要是太难受了，哪也去不了。那我就早点去拉萨吧，我搜一下拉萨是不是雨呀、啊？我再搜一下到拉萨吧。拉萨今天有雨，明天有雨，后天有太阳，后天太阳。那这样说的话，我明天就到林芝，后天去拉萨了，因为林芝全是雨。哎，就不在林芝玩了，我不喜欢下雨。啊，好烦下雨啊！望着我干嘛？下雨了怎么出去遛你呀？啊？很生气啊？还没睡够，半夜也没睡够，接着睡嘛。
你想出去是吧？那你出去啊，你出去嘛，来去开门。好，我马上给你开门。别叫，别叫。